志华，你就是告诉我了，你们啊，台湾人呢不煮饭，过来买那些冬菜饭都可以吃。对啊，直接买了就切一切就可以吃了，哇，热一热就可以吃了，甜的。牛羊糯米饭啊，哇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对，鱼、羊辣椒，这个狮子头。这个咸鱼干，东坡肉，东坡肉，这个一定要介绍。里面咧系一嚿肉丸嚟嘅，然后呢度咧系糯米，咁然后咧嚿肉丸咧染咗啲糯米咧，这个咧就摆喺个水嗰度隔水蒸，蒸出嚟咧，哇，好食到不得了！个肉丸系那个糯米，哇，真系这个咧。哇！真系唔知几耐未见过有呢一味餸，竟然喺啲街边有得卖啊！呢度犀利。喂，你知啦，食呢啲咧，实在咧，我哋都一路行成个摊，系咪全到市场都系啊？不过咧，一定要介绍阿益祥俾大家识。阿益祥咧，本来咧就做杂货，做杂货，对对对，哦、做杂货，对。然后咧，杂货生意不好，生意不好啦。后来因为小时候都烧菜给爸爸吃，对，后来就开始卖一两个小菜，然后越卖就越多，越卖越多这样子。不是，是越卖越发大啊！哎呀，现在有几多屋子啊？没有几多屋子，怎么没有屋子啊？啊，一个啊，诚实，诚实一个啊，一个屋子，真的真的真的有几个眷属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放在哪里？放在心里啊，放在心里。这个呢就是我们呢要学的一个好榜样啊。当困难的时候呢啊，在那想计仔，好像我啊，我就是最困难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想想有什么可以做呢，就是爬起来，对对，做菜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开始。咁希望香港的朋友在牛年呢，好像我们两个咁自强不息。话说呢，有一次呢就嚟台北啊，咁样咁同一班朋友一齐，咁其中一个就係梁李少霞啦。咁我入到佢间房嗰度，哇，佢摊晒喺个台面度，成个台面啊，连埋晒嗰啲 counter， 一个一个咁嘅圆 block 圆 block 嘅嘢係摊咗啦，唔係讲笑啊，起码有五六十个喺度摊晒一个喺度。啊，咩鬼嚟嘅呢，咁样。咁佢就喂正啊，食唔食过啊，咁我神经病啊，你有冇搞错啊，摊晒啲嘢喺个台面度，仲要问我食唔食，梗唔食啦。咁佢话好好食㗎，咁样喎。我唔食，我咩鬼嚟㗎，佢话胡椒饼，更加唔食添。因为点解呢，我最憎食辣嘢，又更加唔鍾意胡椒味。咁佢话有冇搞错啊，好好食㗎喎。咁我唔食唔食唔食。咁我最怕啲嘢呢怒轻轻仔度。咁我做咩摊晒喺度啫？佢话：，啱啱新鲜热辣买翻嚟，我要拎翻去香港，而家要摊冻咗先至可以雪落个雪柜度。吓，五六十个？佢话系啊，我拎亲去咧，俾任何人咧都系五六十个，即系人人都要争住嚟食噶咁样啊。好啦，我唔信佢。结果咧，第二日咧，佢就话：，唔系你阿叔，真系要带你嚟食个胡椒饼嚟噶。咁我真係我见佢真係诚意拳拳，唔好意思唔去啦。咁就跟佢嚟呢条巷嗰度呢，就见到呢个胡椒叔叔啦。胡椒饼呢很多地方都有啊。不过李先生，你的胡椒饼呢是全个台北最好吃的。你睇下佢包嘅时候呢，猪肉馅好多葱，然后呢好香胡椒味嘅。你要看看他怎么弄呢个胡椒饼，喺一个坑度呢有个炭喺里面嘅，嗰啲饼就黐住喺度嘅。好嚟讲真啦，葱多，咁然后呢呢个肉呢少少的肉，薄薄的皮，哦，然后烤到浓浓的，哦，全个台北最好食嘅嘢介绍晒俾大家啦。李先生啊，你星期六、星期日不工作的？对对对对，礼拜一到礼拜五啊。啊，对对对，食嘢咧最紧要系咩呢，就系、是、open minded， 咁咧就食出好味道出嚟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咧喺牛年嘅时候咧，唔好怕啲逆市，最紧要咧开放自己嘅脑筋，用下脑筋咧，钱就会谂搵到噶啦。我哋大家香港人最聪明噶啦，真系。
你哋我都已经够恶噶啦，香港仲有啲恶人啊，吩咐我嚟啊，一定要买啲嗰啲叫做麻辣火锅俾佢哋啊！你知点解啊？唔知系咪因为佢哋食麻辣火锅咧，所以食到咁鬼恶啊？吩咐我嚟嗰个就叫迪波拉。哇！一个我谂够啦啩，一包就够啦，一包够啦。哎，哇，系，喂，那我怎么拿回去啊？呢、这个水滴滴咁，点算？喂，大佬，俾啲恶人点啊？嚟，原来真系点我嘅。因为过去他们都是提着手提就带回去的。这个手提啊？对对，以前这样。明天我那现在这样的想借。对，就这样回去、啊。对不对啊？没问题吧？哎，你啲恶人啊！我现在可能要放在心里面。喺度同你讲，Miss Deborah，this is for you 啊！你睇啲恶人咧，你知唔知啊？仲有啊，我要讲啲恶人嘅嘢咧，就系讲开啲恶人咧。我呢啲系最低级嘅恶人啊，因为点解我仲系揾把口嚟闹人？我啲咧 Miss Deborah 嗰啲已经揾只眼嚟杀人噶啦，已经唔使出口啦。喂，仲有啲咧更恶嘅系点样咧？就系、是、咧法兰仙纳杜拉吓、啊、唱歌嗰、那个。咁啊，聽聞咧有次會放低呢一個嘢，好鬼之重啊，大佬。咁啊喺度唱歌咯，唱咁，唔知點解咧，佢又同人哋握手。點不知嗰個牟利咧拖住佢嘅手啊放咁樣，咁佢又笑住，仍然係笑住，然後咧就同咧嗰個 bouncer 即係佢啲 bodyguard 咧打咗個眼色咁樣啦，唔知佢打個咩眼色，但係仍然笑住喎。跟住啊呢一下就有個 bodyguard 咧喺度喺後從後嗰度攬住呢個人咧。就要逼佢走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呢啲啊真系啦，笑住啊，嗰啲啊恶，我哋呢啲恶最低级嘅，对唔住，恶人吩咐我买嘢，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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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几邪啦，几邪啦，几邪啦，哇，系啊，几邪啦！新年快乐，新年好！喂，先要介绍两个新嘅朋友。这是妈妈，朱华妈妈，丫丫，这是娃娃，这是，咦，我变得想莎莎了我。朱华，哎，这个我们今天呢去这个很有意思，对不 对？新年呢，你们台湾的人呢喜欢围炉。围炉就代表团圆饭呐、啊，所以我每次我们都是里面就会装那个木炭、生炭。生炭就代表生生不息，然后炭火一直烧，就是越烧越旺。哇！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。最紧要嚟混账啊！最紧要咧，第一样嘢咧就系、是、芝麻酱要多，有少少糖，有少少醋。这个呢你结塌塌咧都唔紧要嘅，因为等间咧嗰啲咧水咧喺度咧越。整越稀噶啦，哇！真系啊，你看这个咧，好像呢个 bacon 咁样嘅，好似烟肉咁样嘅。但系咧，喂，好食到咧，嗰啲肉咧等落去咧吓，要咁样嘅，等落去呢度吓。咁然后咧就唔系搵手吓，然后咧，但系大家试试看。肥猪肉是爽的，哇！火锅咧就喺中国人的世界咧，永远系咁受欢迎嘅，因为咧真系有个热闹嘅气氛，同埋咧，我觉得咧天下间最好嘅一样嘢，食火锅咧唔使等啊！阿苏未到喎、啊，我哋唔好叫宋字啦，又等埋佢啦，咁啊，结果咧坐喺度咧呆等45分钟。哇！讲笑。哇，正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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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夹住好多芫荽，很好吃，实在好好食，好食好食，即系香港咧就好少有呢啲猪肉，净猪肉火锅仲要系咁好食嘅，而我每一次咧嚟到咧台湾咧，我冇食过呢一个白肉酸菜白肉火锅咧，我觉得我好似冇嚟过台湾咁样。咩啊？四碟啊，唔使5分钟啊，铲晒啊！
又来又来，嚟三十只，哇！我头一，我啦，就一餐好嘢啊，真系啊！So far so good， 恭喜发财！听听落嚟咧，就要话啲啲啦，就系、是、我成日一路咧同阿天讲话，我最恨食花生，唔该你见到花生好平，我嚟买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咦，近近。然后咧，三粒多数都三粒嘅呢度。嗱，而家佢咧搵嘢蒸住佢咧，咁咧嗰啲壳咧，尤其是呢啲就最好食啦，软粒粒嗰啲壳咧。咁啊，仲有你买翻屋企咧，咁啊，我哋带翻香港食，一搣嘅时候咧，佢咧断开两段嘅，嗰粒花生啊变咗一半嘅，咁所以食嘅时候咧，永远咧就要揸住个壳。咬落嚟咬去，咁咧而家唯有新鲜热辣食咧系最好食。剥开个花生咧，粒粒咧，嗰肉咧，唔知啦。嗱，多数都系三粒嘅，一倒出嚟已经食得啦。你睇，好吃。咁你翻到去咧，如果你冻食嘅话咧，就裂开晒一半啦。唯有一样嘢咧，就系你咧，哇！你见唔见到我好似仙女咁样啊？仙女，喂，拍一拍我仙女样先得噶。咁啊，做仙女又要讲嘢细声啲噶咯。咁咧，当你如果翻到香港嗰时候咧，你想有而家一粒粒嘅咧，你又要咧嘥啲功夫啦，又要蒸翻热佢啦。咦，仙女唔睬我嘅，你走鬼咗去嘅，老板。啊，很好，很好，很漂亮。这一斤啊？对，啊，八十块啦。嗯，都给你的。我只有一个卡，收不收卡？不收卡。我有个电话，要不要？快啊，快！对，仙女唔做坏事噶，都。仙女唔呃阿婆嘅。谢谢你啊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对。即系你咧就出呢个生煎包，话一日食包你咪癫咗啫吓！诶，谁切的这个菜？我切的。啊，你切的？为什么切的那么大块啊？还好，切的那么大块，刚才口感啊。口感，口感啊！口感，最坏的说话就是口感，什么口感啊？硬就是硬，大就是大，软就是软，怎么叫口感啊？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。不，最坏的形容词，如果我们台湾的形容词，那很好吃。这个皮呢度咧够厚啊！你知食包就最好食就系食包嘅啫嘛。嗯，喂，食到好兴啊！阿叔阿叔，可唔可以同我影张相啊？好啊。好，可以，一、二、三。嗱，出嚟做嘢嘅时候咧，我好预备我自己。同你哋影相啊，做咩？啊，最乞人憎咧就系我哋喺度食紧饭，同啲朋友喺度倾紧偈，突然间下埋嚟，诶，阿叔，咩咩咩啊！我一定要同你影相啊，同你好熟啊，而家，神经病啊！我都话俾你听啊，喺街嗰度唔好立乱叫我啦。我啊，最憎啊，有一次咧，啱啱剥完牙落嚟，又有次咧，阿叔咁，我咬住个棉花，睬你又唔系，唔睬你又系，咁已经痛到死啊！咦，咁鬼大牌鬼唔睬人嘅，你都神经病啊！或者我啱做完个手术咧，行出嚟咧，所以咧喺街度唔好同我打招呼，就咁叫声我叔，你好行啊！你哋又好啦，因为咧问亲啊，边个介绍你食呢样嘢噶？咁你就系话一个人苏师傅讲咁就得啦。咁但系我咧就是。即係你明唔明啊？又好彩我好記性嘅啫，介紹我咧食每一樣嘢咧，差唔多我都記得邊個介紹我同埋食乜嘢嘅喎。嗱，嚟呢度咧飲杯茶，
唔係食個包，因為我哋已經食咗好多包啦，係食粒梅。呢個梅咧係邊個介紹我嘅呢？就係關之琳介紹我食嘅。咁你知我咧好怕食呢啲咁嘅鹹垃圾嘢嘅咁但係，咁人哋即係盛意拳拳咁介紹到，咁啊食下啦咁。原來食落咧非常之好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呢、這個梅咧係似咩咧？似嘉應子啊！嗱，飲杯茶。食个梅，这个茶呢我觉得很好，这个呢就是这个高山乌龙茶了，哎，饮杯，饮先。